我不知道石会长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只知道上次那件事情真真切切把你吓破了胆。就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。姐，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我心里都是些天打雷劈的想法。我不说了，我知道你一门心思为我好，可是你姐不争气呀，曼桢，我不像你，我做不到。平平淡淡粗茶淡饭，由奢入俭难呐。我也想找一个人一心一意的，可是我的命里面没有，我也只能认命。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，你说不是吗？我不管他爹对我有几分真心呢，这孩子生下来我是他的亲生母亲。日子总得要过嘛，做人呢，糊涂一点好。姐，怀孕不能久坐，这些毛线我来帮你理。